CY6501 及 CY6511 多边成型切角机采用油压系统控制。本机配有变频器，可依照加工需求不断调整主轴马达转速。CY6501 可针对任意双数多边形做成型切削，而且只需进刀切削一次即可成型。CY6502 是基本型， CY6501 加装了仿型装置，可借由此项功能切削具有锥形变化的任意双数多边形。本款仿型装置精度在正负 0.015 厘米。仿型用的靠模棒可以车床车出设计所需的形状，如锥形、阶梯形、圆弧形等形状，装置在 CY6502 上便可以做到多边成型的变化切削。阶梯形切削一次完成。CY6503 是基本型， CY6501 加装了仿型装置及重复切削装置。重复切削装置可以靠模棒仿型做单次或多次切削。启用重复切削，第一次初切削后会自动再进刀一次进行细切削。可加装尾座，切削较长弓箭时增加弓箭的纬度。尾座采用油压控制，可无段调整压力。 CY6511 为全罩式机种，功能与 CY6501 相同。针对较长工作物可定做较长切削行程，本示范机之加长行程为400厘米。本不锈钢工作物有400厘米长，分两次切削，约12分钟完成。欢迎顾客试作订购。本公司专业制造特殊机械，有自动切角机、车槽机、显牙机。自动切角机加工力，切削手工具低头。各类机械零件加工力，自动显牙机，显牙一次进刀即完成切削，
动车槽机。